亲爱阿舅，较早伫停课无停班诶内底，我伫居家办公会用对纪念上帝伫台湾诶宣教历史会听最忙碌诶本土诶纪念伫早期以及宣教士用白话字对台湾人传福音，真有感动。 嘛，为着纪念我诶妈妈，甲我伫学白话字诶回忆，甲无学成功，我将部分诶白话字片放伫网络，抑是纪念阿姑，阿、啊、姑，我感谢你。